你们干嘛呢？大晚上让我帮他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。不懂啊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值很多钱。很值钱啊。大晚上你去帮忙那个快递。你自己去拿呗。东西很重，我搬不起，你去给我拿，给了半块钱跑路费。那好吧，舅舅把碗给我。等一下，我都没见过骨董，你把这个碗留在这里给我烫一下。这样啊，这个碗很值钱的。大晚上你害怕你舅爸给你掉包啊？不行你就在网上留个记号也行。舅爸你慢慢看吧，我去给你拿快递。老头子还什么办法？想办法干嘛？这么值钱的宝贝我们要想办法拿过来。你给我1000块钱，我找你做个假的转给大外甥。他在上面写了字，假的会被他捆出来。Later， 舅舅，快递拿回来了，舅妈呢？大外甥，我赶紧把骨董装起来了，别住。哎。没家住，不能怪我。我官司怎么跟我妈交代呀？大晚上，我去帮你解释一下，你不是故意的，走吧。啊！你别笑。妈，你拿着碗撒了干嘛呀？古董，很值钱的。古董？你这哪里是古董啊？2块钱一个随便挑。你这是被谁骗了呀？啊